在一辆公交车旁。一开始，有一位穿着黑色上衣的女生被司机赶下车后，跟司机和乘务员发生了严重的争吵，而一旁穿着白色衣服的女生似乎是她的朋友，在极力的劝架。旁边站满了许多围观的群众，随后发生的一幕吓得现场所有人都毛骨悚然。正当他们在吵架的过程当中，其中一位司机准备动手打人的时候，突然那位白色衣服的女子轻轻地伸出手掌，一下子就把司机推倒在地上。这一幕隔空打人，吓得现场的人群一阵尖叫。随后另外一位乘务员上前理论，同样被白色女子一掌给抬飞起来，悬在半空当中。整个过程惊险而又诡异，在场的路人都被这位女生的超能力吓得不敢靠近，就连她的朋友也慢慢地远离了她。这位白色女子在面对自己拥有的超能力也是惊恐万分，旁边的摊位也被她的超能力控制给打翻了。这段灵异视频在网络上疯传，很多人都认为这位白衣女子拥有超能力，能够用自己的意念控制外界的事物。各位芒果们，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超能力事件？是否